爱绽放，一如小龙虾。风光每天吹来在一呀一呀。你又怎么啦？这小龙虾好吃吗？你饭饭吃过了，你又干什么？我瞅一眼，别嚷嚷。坐，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这是邻居送给我的蛋糕，不跟你吃。你咋吃了？坐好，坐好，坐下。这吐死，口水也掉下来了吗？香不香？香不香？哎，坐好。哎，对了，坐好。好不好吃啊，发财？都舔手指头了还不好吃？本来就给你吃是吧？人家邻居不是说发财对吧？瑞士卷来的，又不是给老头吃的了，他吃点东西对吧？哎呀，老头一包六甲，发财就急了。哎呦，你好烦，滚，滚蛋！还咬我呀？你咬我干嘛呀？那给你咬，给你咬，给你咬嘛也不咬了。啊，给，这么大了吃奶奶？你过去，过去。这死了。不让你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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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过去，不过去。晚上十一点吃宵夜，老头做的蛋炒饭，昨天烧的红烧肉，今天已经十五号了，小区每天新增阳，感觉五月解封也是不可能了。这是菌菇豆腐汤，我特别要求老头做的。妈宝男睡觉了，妈宝男睡觉是一定要搂着抱着的，只要一抱着他就开始哭，换个姿势继续睡，他觉得这样是很舒服的。这边宠妃喜欢睡我们当中，睡我们中间让他很有安全感。啊啊啊！不激动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不要动。不要脸。